我，昨天没发觉，转眼就被遗忘。经过人总是遇着，要恨交失过往，心之人不得别容易当，上不如跳支舞，反正皮鞋已擦亮。在哪里？那边吗？这边也有。先跟现场的朋友问个好，我是 Easy， 然后再跟那个网络上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其实你们来现场比较可怜，对不对？坐的有点那个逼急，还好吗？还好。离我太近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在想说，如果是在家里看直播的人，他可能。其实是穿着内裤的，一边吃着泡面，然后要看不看的啦，看一下，然后再点到影集这样，然后再点回来。好 ，Anyway。心之向往也愚蠢，点燃不出回头望。昨天没发觉，转眼就。Thank you.